看雨多大，跑了两天，这又不得了了，雷电交加。烫，我的个妈呀！是把我的花打坏了吧？热死了，热，那不开风扇吗？大厨哦，姐夫今天长厨，我大姐夫。今天中午全部他炒的。酸菜炒小笋，这个时候回来刚好还有小笋吃，再晚一点就没有了。有罐头的啊，有哪样那个什么瓮子里面装的那个。那个都不行。看一下我们中午一大桌子菜啊。椒盐鸡胸翅，这个是炒猪肝，这个是鲜鸭还是卤鸭不知道。妈家里有没有扇子啊？白灼虾。这个好吃，这个是山珍啊，蕨菜炒教头。这个是鱿鱼炒鱿鱼，这叫什么？麻辣鱿鱼。荔枝肉，荔枝肉小朋友喜欢吃。这盘是啥呀？这盘鸭腿，鸭腿炒蒜苔，炒蒜苗。这还一个什么汤？猪脚汤，猪脚香藤。猪脚香藤呢？肥嘟嘟的。